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古时候啊，在水网交织纵横的南方地区，水上行舟是重要的出行方式，而且为了赶路呢，夜晚行舟就更是常见。李白曾经在第一次离开蜀地时，在夜晚乘船而行，写下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的诗句。白居易呢，也曾经在夜晚的浔阳江头送别即将启程的友人，发出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江浸月的感慨。而漂泊在外的诗人张继，夜晚乘船经过寒山寺，则挥笔写下了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千古名句。夜晚行舟，江面水雾飘渺，如果这个时候正赶上皓月当空，就更能激发诗人的感慨。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首《泊船瓜洲》就创作在这种情境下。《泊船瓜洲》，北宋，王安石。京口瓜洲一水间，中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北宋文人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。位于长江北岸的瓜洲，也就是今天扬州市的南郊，它和位于长江南岸的京口，今天的江苏镇江呢，仅有一江之隔。在向南远眺，诗人一直居住的中山，此时好像和它也仅仅隔着几座山的距离。一水间只隔，看起来好像是在说距离很近，但是仔细一想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故地的留恋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一轮明月高悬在江面上，映照着四周的山水树木。对啊，现在已经是春天了，春风吹过，长江两岸也早已泛出了青绿的颜色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一个绿字写出了春风吹过之后的江南景观，不但有动态的过程，还有颜色的变化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。诗人抬眼望向天上的明月，明月啊，你这时候陪伴着我去往京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映照着我回到中山呢。言语之间好像也透露出了诗人对于山林隐居生活的向往。《泊船瓜洲》，北宋，王安石。京口瓜洲一水间，中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
声摆动，在清幽的月光下，一叶小舟停泊在缓缓流动的江水中，船上有一位高士静坐在船头向远方眺望，他身后还有一名小童，船尾的老人停下船橹，撑起长篙，好让小舟能够在水面上稍作停泊。夜间水面上的雾气缓缓飘动起伏着，淹没了对岸的景致，只留下山头的剪影，甚至可以看到山上零星的树影，使画面具有了纵向的空间感。远处的群山在淡淡的月色中露出悠悠的一角，为画面增添了悠远的层次感。整幅画的用墨非常的简洁明快，但是在描绘不同的景物时，用笔也各不相同。近处的水纹呢是工细婉转的，人物的衣纹又是简恶概括的，远山则是用墨染出，可以说